瑞州打样机使用刀片对中空板进行切割，刀片切割不伤材料，切割边缘平整无毛边，无锯齿，无毛刺，一致性好，精度高，满足市场硬性要求，全程电子化操作，电子图形导入设备即可切割，可以切割任意形状，代替传统人工作业，节约成本。可以切割蜂窝板、瓦楞纸、爬纸、KT 板、雪佛板等材料，应用于礼品盒、酒盒、天地盖、彩盒、精品盒、工艺品、艺术品等物品的快速打样，实现包装印刷广告智能化、自动化，让机器代替手工作业，使企业成本降低，提高生产效率。